子画，你才刚刚好些，还是回屋歇着吧。子勋，我时日不多了，是时候告别了。今年的执念放下吧。放下，放下，你自己能放得下吗？你为了护着花千骨，先是借故将他逐出绝情殿，然后又将他遣回蜀山。你若不是中毒无救，你若不是知道自己将死，你会把花千骨从自己身边赶走吗？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任何时候他做错了，我都会这样做。你真以为你这些话能骗得了别人吗？那你还拿着他干什么？他已经死了。死了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花千骨临行前拿一瓶毒托我给你治的解药。你现在知道这些，你还能放得下吗？你放得下吗？子画，我们都不要欺骗自己了，好吗？既然我没有办法劝你放弃花千骨，你也不要劝我放弃你，行吗？子华，你一定要撑下去，一定要撑下去。我和生肖魔还有魔炎都在想办法救你，你千万不要放弃自己。这些药你留好了，我这就找他们商量救你的办法。